歡迎大家今次咧認真去做個直播，同大家咧行一行周邊嘅情況噶啦。咁啊嗱，因為咧其實有啱啱咧就已經見到咧有網上一啲嘅文宣咧就講到明咧係因為李慧瓊呢一件事咧，裏邊咧今日係有網上咧係呼籲係啦喺旺角啦、黃大仙、尖沙咀等地係開花嘅。而金鐘咧今日嘅六點鐘咧亦都係有和李癲啊。咁另外咧團圓天咧都每一團圓天裏邊咧三個地方咧。都係會有咧悼念周同學嘅活動啦，同埋科大裏面嘅，即係佢自己嘅科大嘅學生裏面咧，都係有呢個嘅啊悼念周同學嘅行動嘅。係啦，咁而家同大家咧講一個羅湖坊嗰邊望一望。咁啊嗱，有機會咧呢度會今晚咧即將會變成一個戰場啦。咁暫時咧我哋見到咧未有任何嘅警察出現嘅。係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同大家咧去羅湖坊嗰啲位置望一望先。係啊，呢度係旺角主場，主場。喂，屌佢火機冇火，等我一陣，等我一陣，撲街啦，冇火機喎。係啊係啊，今晚六點鐘啊，網上啊有一個叫香城 online 啊，係啦，咁啊貼咗張文宣出嚟噶嚇。咁啊開花，咁啊開花嘅定義係咩咧？我都唔知嘅嚇。咁係咪誒開下菊花啊，開下玫瑰花咁樣咧？咁唔知噶嚇。咁我哋但系都要同大家咧落地實測一下啦，究竟而家現時嘅警力分布咧，算唔算非常之多或者係嚴重噶嚇？咁啊，你都知道啦，有警員嘅地方咧，就係有一個好唔穩定啦、好唔安全啦、好唔和諧嘅社會就出現噶啦。因為有警員嘅地方咧，喺商場咧啲商鋪就會落閘嘅，唔知點解？因為就係知道咧，啲警員咧屌你老尾臭閪，濫用暴力啊嘛，啱唔啱啊？咬乜撚嘢啊？咬佢碌柒啊！佢過嚟幫我咬碌賓州都未有支架啊！啲狗狗 ，OK， 係咪先？飲多啲啊！六六四，咁啊嗱，暫時咧，警力上面嘅分佈咧係唔係話太多嘅嚇？係羅湖坊咧，暫時未有狗狗嘅嚇。咁我哋順便睇埋有冇便衣先嚇。咁啊，可能咧佢哋都未準備好啊，突然之間咁樣樣。是不是可能他們今天想著屌你老闆，只是想著田園天、將軍澳而已嘛，是不是？哪想到屌你老闆有個李慧瓊幫忙助攻，是不是？對不對？那他現在就要在這裡按勾勾股了，今天有沒有這樣的人手可以屌你老闆去了那麼多地方呢？啊，是啦，是不是又調了五千隻德仔出來站呢？啊，都是應該都是挺精彩的。咁啊，李慧瓊呢啲又屌你老母臭閪，又幫啲市民助攻啦，又間接幫警隊助攻啦，係咪先？明明啲警隊屌你老尾，今日有一啲可以放假嘅，我相信而家都要即刻嗱聲取消休假，翻嚟。哇哇哇！爭啲成部電話跌撚咗落地下，係咪？咁啊嗱，暫時咧呢邊咧都係未見到有啲綠色怪物嘅物體㗎。咁啊，我哋繼續同大家睇一睇。我哋陣間就會過去金鐘嘅，係啦。咁由金鐘開始出發，睇下點樣做嘅，係啦。咁啊，今日啦，見到咧啲酒吧啦都已經係開翻嘅，琴日都剪彩儀式咁樣，12點啊就開啦。咁啊啲夾公仔鋪咧，全部都開翻曬㗎啦，已經咁啊，得閒去夾下啦，屌！啊！等緊阿肥兔攞個豬嘴啊，喺 office， 屌我留咗喺個位度，唉，好撚攰。咁啊，暫時咧旺角區咧大致平靜啦，可能佢老母臭閪，可能今日諗住休假噶嘛，係咪？真係熱堅熱。係啦，咁啊，今日六點鐘我哋個將會 focus 咗喺金鐘先嘅。咁如果金鐘嗰邊都係繼續好大鑊嘅咧，咁我哋就會帶然後尖沙咀啊、黃大仙啊，同埋呢一個嘅旺角咧，真係有事嘅話咧，我哋就會真係去到最大嘅能力。咁啊，希望都唔好介意，因為有一個咧未必會係真係識好識，暫時好識講嘢啦，係啦。咁啊，但係都可以直播睇住嗰度嘅畫面嘅，都係亦都係會一樣啦，同大家係衝鋒陷陣嘅都係 ，OK。咁啊嗱，想要个火机啊，唔该晒，几多钱啊？三蚊最平。最平，我要挞挞挞嗰啲啊。你食
咳到手都爛係咪？咳到手都算嚇。係啊，唔該曬。嗱，1、2、3呢三本好睇，呢本含撚啦。金鐘正總內有24架豬籠車，1架衝鋒車，咁啊去曬嗰邊咪好咯。咁啊旺角，而家咧大致上嚇賽道咧，而家咧暫時見到衝勁杯嘅賽道咧，都係啊大致平靜啊。今日掛住好地牌啊，咁啊合適宜今日開跑嘅。咁睇嚟要執曬所有嘢出嚟喎。因為嗰日電。咁啊，今日就係星期五啦。咁啊，李慧瓊都幾識玩嘅，玩一日嘅話，你一玩就可以玩幾日噶啦嘛，大佬五六日又係假期啦，係咪先？李慧瓊呢啲咪識玩啊，瓊子好嘢，幫你買歡龍虎豹，你自己啦，$70依家好似每個禮拜翻兩本噶咋，係啊，我唔知佢幾係一個禮拜定兩個禮拜出一次啊，佢每期翻兩本噶咋，我今晚見過，喂呢、這個咪夕陽工業龍虎豹，你仲有翻啊？係啊，哦翻兩本噶咋會。咁啊，見到啦，衝勁杯嘅主要賽道啊，咁啊，暫時未有狗狗出現啊，我哋暫時未見到有綠色嘅狗仔。屌你老尾，龍虎豹有啊，嗰日我都係咁樣打撚咗個突。屌你老尾，依家有龍虎豹咁樣喂，有啊，我哋翻兩本嘅咋，冇人買噶，夕陽工業嚟噶呢啲。嗱，我哋去埋咧，嗱我哋見到啦，已經有 MK 嘅環頭警員啦，普通嘅車規裝束嘅啫，就唔係防暴裝嚟嘅。咁我哋去睇睇咧，機動部隊平時喺街食飯嗰個位先，佢哋好撚中意喺嗰個位食飯嘅，打餅啊。係咯，屌你老尾，賭檔又揾到拉到自己夥計啦，毒品又拉到自己夥計啦，咁幾時掃黃又拉到自己夥計咧？啱唔啱啊？跟住，哎，蘇王嚇，期間我哋拉到一名嚇夥計咁樣樣係嘛？哇，精彩啊，大佬！咁啊，我哋去睇睇旺角周邊嘅情況先。8歲睇龍虎豹咁撚精彩。圖片美麗，顏色美麗，立體禁制。成日喺天壇見到佢好唔鋸，邊個啊？邊個好唔鋸？我哋睇咗啲內街先，跟住就下一集 PP。好撚攰啊！呢只好撚熱啊！記得支持方計劃嚇，多謝你哋。係啦，咁我哋繼續喐動啦，喂！大哥你好，你好 ，hello。咁啊！依家就落去睇下佢哋打餅基地，佢哋好中意嗰位打餅噶，佢哋尤其是西九嗰班，好撚中意喺度打餅啊！唔知點解個個好撚中意喺度放飯喎，見過幾鑊喺度食放飯食飯盒，大佬。嗱，你碌卡有龍虎炮咧，阿同學。阿朱超，嗱你碌卡有龍虎炮咧，就唔等於我碌卡有龍虎炮嘅 ，OK？ 我碌卡就冇龍虎炮嘅，放心啊。
咁我哋而家落去阿德平時打餅食飯嗰個位先。跟住就要行啦，跟住就要去下一個地方。熱啊，要飲多啲啊，老四，係啊，要啊，飲多啲，開心啲啊。邊位置打餅？咪呢個開地煙或者係呢個嘅食叫咩話？威爾頓花園酒店對出咯，即係嗰個唐美道啊！成撚又喺呢個十字路口打餅啊！佢哋成撚又喺度打餅，我擺低架車喺度打餅啦，唔知做乜撚嘢？得閒就會擺架車喺度打餅噶啦，係咩？我唔睇呢啲嘢噶。今晚未知啊，睇下點啊！而家轉頭過咗金鐘先啦，會係啦。咁啊 ，PP 重兵啊！是啊是啊，在那個位置放飯的，他老母閪兩隻豬籠成日趴在那裡放飯的，屌你老尾，好撚慘啊，成撚日擺在那裡放飯的，他我拍過幾鑊了。做什麼事？有人找我，你好，我看到啊，屌你不要不斷叫我啊，屌你 PM 我啊，你有什麼就咁啊，見唔到啊啲打餅警員啊，未出嚟打餅啊！喂，好撚多電話喂！咁啊，直播咧嚟到呢度先，好唔好？咁啊，晏啲見。